你直接来评判一下，就是他们的声音跟小哥的声音有什么区别？的确都有一点像，至少语气来说他们都学到了，可是音色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差别、的不同啊、嗯。我觉得像紫色的这个跟绿色的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像，可是我觉得他们的音色好像有一点，我不晓得怎么样，就是他声音比较是细一点，细一点啊。我觉得姐姐的胸中已经有答案了，珍珠在胸了。周彤，你说一下嘛？你知道吗？就这四个人，他们的某一个地方都有点像，有点像、嗯。跟你说的那个有点拿不准的，就是这个浅蓝跟绿。嗯，绿是吧？对，其实绿的话呢也很像，也很像，就是它稍微有一点这个处理，就和它原唱不太一样。好，谢谢。哦，小版的小哥秦川，我觉得第一个按我的推理应该就是小哥，就是浅蓝色的啊，然后那个粉色给我感觉我一下就跳出来，因为它有点带抖音，就是那种技巧它有点用了过了。紫色的好像唱高音的时候太过于用力。哦，浅蓝色，如果不是小哥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也够高明的，确实是。是，他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。对，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俩是基本上。那怎么办呀？让姐姐代表吧。那压力更大了。反正错了不怪，别怪我。对呀、啊，错了那就得怪我。三位评审，请统一你们的意见。OK。请宣布你们的选择。请宣布你们的选择。请问第三名是什么颜色？第三位我把它写的是紫色。好的，第三位是紫色。现在呢，我想请三位告诉我啊，你们心目中的第二位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。绿色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好紧张。好的，现在现场只剩下两位啊、哦，一位是第一名，一位是最后一名。那最后一名呢，将离开我们的舞台，所以姐姐，请告诉我第四位的歌手的色彩是哪一位？粉红色。第四位粉红色。那么就是说，现在我们场上的蓝颜色是排在我们的第一位。好的，恭喜你，恭喜姐姐，你肯定吗？再给你一个机会。想要从他们的脸上看到答案都看不出来。这个是最懂得隐藏的观众。是吗？没错。是的，是的，模仿者们包括小哥都已经站在位置上了。那到底第一名的是小哥本尊，还是另有其人，是其他的模仿者呢？现在请转动评委的沙发，请去看一看你们的选择。